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宝超人，竟然有抽奖活动，太扯了！明明是梨子，却搞得像尾牙。对啊，明明是健行会，却搞得像尾牙。很好奇到底要抽什么？我不要讲这些。我们真的很有花招，让他抽东西，看一下抽到什么东西。他全部都可以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能抽一个，人那么贪心，如果抽到要脱衣服就要脱。看一下，耶！是什么？耶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什么大奖赛？是什么？想买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。哦、yeah! oh! yeah! ！还不错。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出去玩。这根本是整的啊，这份礼物。我要买那张。好，看一下。会不会长得都一样啊？三日游。三日。三百带领大家旅行三日。注意好哎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每一个都是你，都是很不错，对你都很适合你。我感觉真的很好。这是你多么擅长的工作。你不是导游小姐吗？来再看一下。你不是跟司机大哥都恭喜获得卫生纸？多少？哦，卫生纸一串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你每天都需要啊，真的需要。开店会有这个？开店会需要用到卫生纸。那经理说啊，他请大家喝饮料，结果还要带大家去玩，还要才抽到卫生纸而已。加嘛，哦，大奖，杜拜一日游，杜拜真的很高了。看一下，好期待哦。好，看一下这个，天啊，这个好精致哦。都不是什么纸，你都不是什么钞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不好意思答对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的头发都没吹干。头发没吹干吗？我们宝贝你的头发，可是他换头皮了耶，他重复了。头发不一样啊，换了头发有没有看两次啊？小米有才50收啊，我50收。大家都觉得说张欣的头发没有吹干，所以礼物里面都有放那个戴森的吹风机。来看一下这一桌看戏桌。这个是你今年的任务，这是你应得的。
的礼物。对，今年的任务。这个可爱耶。什么？好没有期待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期待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戴医生，你还不期待？期待的眼神看着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两只没关系啊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清洁剂，清洁剂。需要啊，两只没关系啊，真的。清洁剂。我那里面到底有多少？去看一下好了。然后我们很开心，然后说越抽越冷，你知道吗？我来看一下下面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你这个来给我。哦，还有很多呢，其实还有都可以抽。哎，大奖品都在里面。哦，我可以看吗？啊，不要不要，我们大家选大奖。真的有大麦啦，大麦 POS 真的有。放大奖在里面，让他抽。这是小奖哦。好，给你个提示，怎么知道？你要抽那个雨伞球红的。天哪！我好希望尾牙也这样抽。天啊！他一次把全部的红包拿出来。他只能选一个。我三个都开呀，我再选一个。好。他全部都拿出来，然后选一个。一个。三个都开，然后再抓三个。我很好奇耶，这些都是。一个哦，选一个，不是三个。马桶抓。这个是。这什么？哇！这什么 ？POS 吗？垫脚机。伊莱克斯的扫地机。扫地机器人。等一下，这到底要干嘛？我怎么觉得好像帮我认真。开店会用到啊，扫地啊，你就可以。它是扫地，就不用再扫。对啊。不是吸尘器比较有用吗？就是你抽到什么，就是送来。真的假的？有现金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送现金太看一下，就都不包括你的，你的是大麦 POS 机哦。我知道，我在跟冯毅想办法。到时候那个园林店推的可以拿过去用。伊莱克斯。咖啡机，我们挑的，专业的挑的。天啊，还有咖啡机，这个都开店用得到哎。好，这个大奖。微波炉。微波炉开店也用得到啊。微波食物。还是你要换？现在张姐也在选食物，就是这几个再选一个，就是。哇，又上来了这个凤梨虾球了，不是啊，那个月亮虾饼，月亮虾饼。好，走，换吸尘器。吸尘器，好，最后张经理选择了吸尘器。OK， 好吧，那个东西的话，人质的部分会去购买。恭喜恭喜，他最后选了吸尘器。对，恭喜。